你好恶劣哟。又剩了300块钱，买了一份蛋糕，我都忘记了我老公今天生日，下班回家庆祝生日，我这老婆太不称职了。现在11点了，哎呀，不知道我老公下班没有？送给你的，开不开心？意不意外？好开心，好意外。你看，我刚刚下班，我给你买了一份，我上楼一半，然后突然想起来，哇，你今天生日。赶紧下去买。我们公司有雪柜啊，有冰箱啊。好吧，你看，我还记得你生日，上班上到一半我都记得。所以呢？你看你就不记得我生日。所以呢，你就准备整个弄啊。对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我刚刚下班，然后我老公今天也上班，我是晚上6点钟去上班的，然后白天我很早就出去了，我去免税店那边了。我晚上的时候去上班，上到大概7点多钟，我突然想起来我老公生日，然后赶紧下去楼下买一个蛋糕，累死我了，我是赶回来的。你看写这个，你写的？不是我写的，卖蛋糕的人写的。快乐。来，许个愿呗。当然是，你越来越靓。哎，那个不用说，不用说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唱歌，唱歌。你老爸叫你给他唱生日歌。过几天你就生日了，来呀、啊，到达你就来，你就来。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快点吗？你快点唱吗？恭祝我福寿与天齐。好。等一下，你吹蜡烛啊。我哋系基于呢个疫情关系，唔可以用口吹嘅。嗯，我哋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。可以。我们把蛋糕吃了。有啊。自己的生日，自己一个人吃蛋糕啊！你儿子不吃了，我也不吃。三明治早餐。是不是？哎呀，终于一个人独享了。大鼻红梅呀！你送的，你送给我的。